这灯不适合打进啊。你的灯适不适合打进啊？还没有我这个灯打进的那么柔。打远一点，感光度高一点，让背景亮一点，意思是说。这样呢，现在背景主景亮的背景是可以。那没办法。拿远一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你整我这个是用 log 格式，就是你会感觉到好像那个，如果是真的再隔远一点，背景更黑，是吗？啊。可以啊，你这个现在关就好了。啊？可以，这个现在关就可以了。这玩意儿可不可以啊？他出去他妈几个人郊游的时候，直接带一个，对啊，他打地斗斗地主啊。不过现在有那种折叠灯，我也挺方便。嗯，不过没有没这么轻啊，没这么轻。这里也能送的，有块木板的。有块木板吗？上面的就是木板，上面肯定有一个平板，还有比较硬的板。那个板它没有这么平吗？还有这个嘛，人家有那种专门很软的沙发，充气沙发，比这个舒服多了。没事，你拿个充气沙发给你看一下。在后面呢。OK。好，再来一个。